系啦，大家好啦，咁就等多阵。好简单样嘢系 Switch，今日将会有多个地方会同步直播，任何一个嘅将会去翻所有地方都会直播呢个嘅。嗱，一系都系咩啦？一系我哋啲时间都唔系仓促啊，系好赶时间。冇听冇剩冇剩噶啦，我哋都唔会讲咁多啦。如果真系。因為其實我哋上次我哋試嗰個網速，就其實就最主要就係為咗就係鋪排 Winning Post 九嘅活動啊。因為你 Winning Post 九點解會咁重要咧？對我嚟講，其實因為只 game 因為偏向咗一個去1980几年嘅故事啦。係啦。因為我哋自己又忙到七彩咁樣，其實都係咩啦？其實我哋打个零钟头，我又要瞓覺，跟住第二朝翻工，翻到第二朝又翻到成夜晚8点几啦。咁跟住其實都係咩啦？因為點解其實咧係一隻全新作品，我哋其實我哋都即係我哋都會而家其實我哋都 mon 住幾個位嘅，即係 TIFF 嗰度我哋又唔會望噶啦，TIFF 就真係咁就大家可以喺翻咧 Facebook 嗰度，咁我哋有個教，咁我哋其實而家都係一個叫做教學班咯，即係如果我哋唔係做 Winning Post 咁，我哋都唔想即係。因為 Winning Post 有啲喺 Switch 度做咧，因為我哋會買 Switch 版而買 PS4 咧，即係唔係話畫唔畫質嘅問題，而係大家其實都係知道一樣嘢，就係、是、Switch 係方便攜帶，你冇 support 到呢一個嘅 P4 版咧，即係 P4 版唔通我攞住個 Holy Mon 仔出街咩？係咪先？嗱。大家睇翻個界面，其實都係好唔 user friendly 嘅。我咪有回音啊！係啦，因為嗱，睇個界面咧，得嗰四樣嘢啫：new game、low game、edit 同埋 vs race。咁 new game、low game 唔使講啦，呢兩樣嘢大家知嘅，edit 啦。edit 呢個功能咧，其實就係一個嘅特別功能嚟嘅，淨係 edit 四樣嘢啫，騎練、馬主同埋呢個嘅牧場。咁其實你睇翻啦，阿姆牌騎師阿莫雷拉有冇啊？嗱，得嗰幾個啫，嗱，都係呢幾個人嘅啫，冇咩海外騎師1991年。啊，都系呢幾個自己得閒就自己睇啦，呢、這個就真係唔講啦，好快啊！練馬師呢、這個又係自己睇翻啦，啊，
马主，马主呢度我哋讲即系讲一年咩？即系其实我哋马主嗰度讲就嗱，即系安平 RH 系社台啦，社台咁呢个就 Big Red Farm 啦，即系抗系嗰个啦，跟住其他呢啲金鹿英典啊、北川靖啊呢啲，大家都熟噶啦。呢个又分得 R， 即系日本嘅 racing 变咗，跟住呢个又罗伯会。嗱，阿 Mitch 罗系嘅统帅阿北野咧就变咗呢个啦。咁啊，仲有其他连马师，大家都马主就大家就自己再睇啦，牧场啦，呢、這个就紧要啦。嗱，一开波你揀边个牧场，你又好大镬嘅。你譬如你揀安平嘅，即系社台 farm 嘅公基地咧，其实你又自己之后就会有啲咩嘢发生，就真系好多嘢可以谂到嘅嘢发生。咁啊，讲完呢度啦，咁又跟住 VS Race 我哋唔讲啦，我哋讲 New Game 啦。嗱，问你变唔变更呢度就唔好。你决定啦，你有冇嘢变更你又跟住我睇返个古仔啦。1990年中山马场。嗰时系小律母四岁嘅时间。五岁嘅时间啦，即係准备退役㗎啦，小律母。佢对住玉祖十字 ，Eladi One， 然之后就超级河川，呢三只马可以话系围绕住小律母一身嘅马，再入澳洲马后好利时啦，澳洲嘅黐马，当年好利时曾经力压住小律母，亦都做出咗个嘅纪录时间。咁有1990年嘅12、23号有马纪念就呢四隻嘅决战啦。呢四隻小律母其实最后赢，小律母系最后 last run 嘅。咁小律母，我以为一生入边都可以话。佢嘅身世，さらなる熱き戦いの夢。咁咧就开始呢个新嘅世代噶啦。咁呢度咧，其实我哋反映翻咧个难易度，咁其实就系冇咩嘅，依时算啦，唔好讲。但你唔好以为你揿 easy 又代表咩？你扭咗 easy 你又安全噶咯？你系要揿个交叉掣啦 ，X 掣，你先设定完了解唔系啦 ？X 掣又代表设定完 ，A 掣先至转翻个 easy， 反唔反应你要揿 A 掣先反应嘅 data 选择。于2019年以后系 winning post 9。咁样就锁匙金咁样就会即系颜色就50个咁样就，如果你嘅牧场系最大嘅，咁你就会自动降一级，咁亦都会有话俾你听。咁我其实呢度全部开晒 save， 咁其实唔适合嘅。咁导入种马啦，有啲洋葱位俾你睇翻嘅。嗱，樱花星王跟住 ten points。呢一隻唔知咩嚟啦 ，Malakish 知咩啦？唉，好似填咁歐洲啦，歐洲就呢幾隻 ，Milif 啦 ，Habiti 啦呢啲馬，但係最重要嘅更加離奇啊 ，Hafiz 竟然翻山，到美國就真係有啲洋葱位啦。我真係未见过约翰亨利会系咩囉。我唔知俾唔俾佢出场好，约翰亨利16岁一出场。你摆一16岁嘅马出嚟把鬼咩。秘书处我唔知道会唔会即刻死退役，咁所以唔摆好过摆啦。咁你唔好咁 B 喎，咁交叉就决定咗好啦。
咁呢度就香港玩家嚟讲系难啲嘅，姓同名，你打英文字咧，佢都出唔到嘅，系啦。左下角见唔见到个地球呢？左下角揿个地球掣，嗱，佢会有日文、罗马字入力、日文五十音、日文五十音，左边患病同埋记号，咁我哋其实唔需要谂啦。罗马字入力，嗱，你唔好谂住呢度咧，揿个 B 就系 backspace 翻先。嗱，你咁个掣其实咁输入到啦，咩叫半个字就系咁简单啦。嗱，入到嘅。嗱，自己撳翻個，其實佢可以撳翻半個字，咁英文字啦，得唔得咧？嗱，佢係讀唔到英文字嘅，所以你唔好諗住打英文啦，打下日文啦。不過其實你真係你要，因為呢一集就冇家族嘅，應該又唔會有結婚呢個環節嘅，咁其實就打咩字都得嘅，除咗打粗口，咁我打翻。因为太过易卡关噶啦，真系。你话要打详尽啲，其实唔使打，你自己决定啦，即系。因为费事太过咩啦。呢度咧就其實跟住啦，打第二個啦。咁其實都係叫你打翻呢啲字嘅啫，打啲片假名嘅啫。咁跟住男同女自己揀啦，男啦。跟住關東關西，關西又冇封進駐，關東又大家知噶啦。關西咁就梗係關西升夫婦。唔使設定嘅就咁撳識得噶啦，呢個都好簡單嘅啫。呢個跟住交叉，跟住呢個位開始嘅地域，其實係好有影響嘅。對於呢個古仔嚟講，其實係，譬如你而家揀嘅牧場咧，其實你應該係。因為你開設地域其實係好大影響，你牧場同埋佢自己揀嘅數目係最大影響嘅。比呢一集嚟講係，一直都冇中文，邊個不嬲都冇中文版噶啦呢只 game。如果你有中文版，其實佢係日品，佢係日本限定嘅嘛，佢係。咁如果真係有中文版，咁就真係咩啦？我哋都。唔系，其实佢有冇中文就咩啦？因为呢一步咧，其实就最有影响嘅，因为你成田拜仁其实可以初期嗰啲嘛，要靠啲咩嘅？
新冠啦，我哋喺新冠嚟起牧场啦，今次牧场名。唉、哎，唔好烦啦，呢个都系用翻我自己冠名。牧场长呢度啦，你自己真系要揾一个咩啦？公路马痴反路唔加亨本啦，亨本会好啲。跟住又开始啦，哇！咁样都卡咗13分钟都痴线。啲揀秘書呢啲嘢，自己翻去自己揀啦。其實，因為其實咁而家嗱，尼馬斯西元正紀，跟住又揾你啦。咁其實咧，呢、這個名字真係我哋都唔知點解要咁改，即係其實三個鐘頭我哋都唔知可以講到幾多嘢。但係因為嗱，30億，咁我哋用咗少少嘅特別嘢啦，咁樣就喺 Lekaiban 嗰度攞咗個特點。嗱，兩隻馬，一隻有 Leo Type， 一隻就係 Psycho 唔知咩啦。咁你初期送嗰兩隻馬就你真係你哋自己諗啦，呢兩隻。哇！如果你偏向長途，你就揀下面呢隻。上面呢隻就係自創馬嚟嘅，其實都係自唔係都係史實，係啦。即系你系问题就系 Mr. CB 定系 Matsuki 呢两只马啦 ？CB 仔定系要咩啦？咁我解解后面呢只啦，攞两亿出嚟买呢、這个，问你用唔用冠名？系啦，梗系用冠名啦。佢問你改唔改名，梗係跟住你就叫你考咩啦？高月上優先出賽權，跟住嗰啲嘢全部你哋自己咩噶啦？都係攞評價分嘅啫。嗱，因為我哋攞咗個無料特點。会同你讲翻每年嘅两顺马，其实嘥气。最紧要系一开波30亿，系啦嗱，最紧要嗰三个金护符咧，其实咁快攞咧，呢只 game 有个中文入门，真系好想有心玩。而家咪讲紧俾你听咯，而家其实，而家其实一路喺度攞把口喺度讲，系啦，会场嘅比赛咁，我其实都会系每一集都即系尽量讲噶啦。因为其实又唔使你操嘅呢一只，住而家变咗系一个系用 item 用啲特别嘅方式嚟讲嘅，因为呢都系有啲皮毛嘢，我唔会讲啦。譬如呢个能力都系速，都系佢个八围，其实好多喺 Winnipost 嗰度都已经讲嘅，好望嘅都。咁速度佢上面八項，上面最上高嗰個速度勝負，即係你
石馬後追啦 ，power 即係你跑大賽，即係跑啲板路嘅能力。咁仲有健康，即係你嘅馬跑馬都捱埋得啦。咁然即係只馬會唔會喺臨尾可以 feedback 到，即係你精神力、柔軟同埋順化力。咁其實呢啲練馬方法自己各有各練噶啦。嗱，每個都有同你講嘅。系啦，马主又话会同我哋报联合通讯杯，咁又赢一场又有嘢送翻。咁睇翻竞赛马啦，九一年大家都系一个嘅，即系咁你其实你睇翻，其实好多马主啊、练马师全部都黑晒。难唔难上手？你就呢个就其实就真系要睇翻自己能力啦，睇翻即系你其实识少少日文都已经识到汉字，其实都已经叫做熟噶啦。因为今集唔同上一集，上一集个画面其实个界面其实系好劲，上面你。上一集其实阿猪阿狗咧，你抌只马去求其一个马房，佢都照收你嘅。今集唔同上一集，你系要好似真系好似以前机铺咁样，你要打马机咁样，即系你要识到人，你先人哋俾只马你咁样，即系嗰啲咁嘅嘢就真系黐线，即系同现实嘅马坛系一样咯。即系你要多人识，你先可以有个马，你先可以起到我哋个赛马王国咯。而家呢个其实都系系啦，咁又 like 翻我哋嘅 page 啦，Switch Game HK 同埋呢个 Unplug 啦，或者我哋专业 Unplug YS 啦，系啦，呢个其实都系，其实你一开始咧其实可以报名嘅，都系3月1号，咁有咪帽系啦，咁 Y 就有个咪帽出，咁你只马嘅能力啦，左下角其实好多。佢能力好簡單嘅，跟降距離你大家都即係喺馬圈，大家都知跟降距離，每個跟降距離千二、千六、二千、二千四呢啲跟降啦。平均一集即係你只馬會唔會爆出嚟，突然間爆冷一嘢過咁樣懟埋嚟啦？啊，好多嘅經典嘢能力，咁又係啦，因為都時間都幾。关系啦，因为都已经几点啊？我而家做咗几耐啊？哇，20分钟啦，我哋都要希望可以讲翻啲时间啦。系啦，跟住贵船问我啊，佢会个咧路线都会有个图嘅咁。其实每个路线都系四个对手喺晒度噶啦。即你要面对住呢堆嘅对手，将会系同你喺呢一个嘅三岁世代嘅赛事将会对合。啊，机能呢度有几样嘢，一个系教学啦，呢、這个 work manual 即系佢咧就其实一个网上嘅说明书。嗱，今日啱啱寻日先至有啲咩嘅啫。今日先至嗱，佢教埋你啲掣點撳添啊 ！Windstream 嗱，佢教咦？佢呢度有個說明書，其實佢講得好好嘅。其實我哋睇翻佢說明書嗱，佢要你要攞守護符，其實咧。啊、绿色就赢 G1 啊，天秋年霸、春秋年霸同一 G1 年霸。4月4周event 获得啊，你 pay up rank 4以上亦都获得。同有6月哇8、9先可以攞到，哇 rank 8十二月尾6月尾。
咁有攞到深蛙二千啊 ，Global 短途亞洲嚟挑戰賽兩勝，夏季嘅短途系列，咁又可以攞到銅，哇！銀仲未破，銀就你攞馬主獎啊，生產者獎呢啲，最優秀馬主獎、最優秀生產者獎、亞洲嚟挑戰賽完全制霸。2019年1月1周開始，紅就死得啦。你4月4周就咩啦？先至可以攞到。主要就四月休區啦，佢有每個流程都有曬嘅。你個 work menu 其實係啦，四月就係出世，咁五月種符配種，八月就拍賣會。10月就繁殖黐馬嘅拍賣會，12月就大家最中意嘅海外馬拍賣會啦。即係到時你會大家會見到啲澳洲嘅名種，譬如沙，即係大家香港成日都見開嘅，譬如沙標啊、丹山啊呢啲歷代名種啦，甚至乎之後小法寶啊或者其他嘅種馬嘅。咁呢個馬主秘書。咁其實有冇講話海外？世界色性嘅血統。啲全部都係咩啦？究竟有冇啲咩迷？有各種嘅拍賣會，中富馬聽聲中富。全部都講曬，其實同好多都已經係講曬嘅。哇！好多教學其實都以海外遠征拍賣會會場。購入就停先取印可能，咁咧就你要程度要用一個 command 先至可以做到。嗱，牧場啦，呢個牧場擴張咗，呢個牧場擴張夾埋呢啲，咁你其實海外牧場就擴張唔到嘅，咁其實。種馬你要擴張去外國咧，你又要有15億嘅現金流喺度，同你先至可以用到海外牧場嘅功能嘅。但係，其實好奇怪，你哋會唔會睇唔睇到會有？有冇辦法可以開到個即係會買海外馬呢？其實？佢暫時應該冇噶啦，我諗你二週目應該差唔多啦。明星值高係啦，但係你2018年先可以開到海外牧場喎，唔好諗住而家開到喎。其實都係要2018年，你要有資金，牧場程度要夠大，係啦，咁都係呢樣嘢啦。日本嘅牧場
要特定的人物才可以出到會，即是你應該是那兩個啦，海外的 connector。哎，是的，我唔記得教翻機能撳翻取消啲嘢添。好啦，好啦 ，Utah Park。咁啊，開始出賽咁就聯合通訊杯，其實係一個音石嚟嘅。咁叫你用 command 啦。香港嘅 G1 有冇 update 冇？得嗰幾場，澳洲仲死，葛士頓黐埋呢個嘅亞聯油錦標，即係叫你啲馬唔好跑葛士頓同亞聯油錦標啦，連續兩個禮拜跑唔過癮啊，要一個禮拜有曬葛士頓啊、亞聯油錦標先安樂啊。咁睇翻啲賽事啦，咁望翻啦。香港都是那幾場的了，2月1周都是2月1周，其實1月已經是開始美國的一場一級賽的了，飛馬世界盃啦，飛馬草地大賽，跟住都是一樣啦，魚子精華閃電錦標，跟住亞洲利挑戰賽的四站啦，香港未來錦標繼續都是千六，跟住澳洲啦，澳洲賽事都係同白嘅2018係一樣嘅。跟住四場一級賽啦，澳洲，然之後女王，然之後就係呢個嘅冠軍賽馬日啦，嚟緊四月尾。之後跟住都係嗱。都是呢幾場重要的賽事一樣都有，但肉馬隻杯賽日是全部喺曬度，但你見不到歐洲是有賽事咯。跟住你最弊就係萬利加多和葛士頓全部喺11月一周跑一個禮拜五場一級賽，大佬點頂啊！一個禮拜跑五場，即係澳洲冠軍賽馬日咩？整個都是年尾香港國際賽咗四場。系啦，佢翻机能先，设定翻啲嘢先，环境设定嗰度，有冇收支唔表示，比赛结果都唔表示，呢、這个对决嘅电影睇唔睇都罢，入电话报告得啦。因为昨天就打了个旧 save， 今天就打了个新 save。其实我打两个 save 的，一日要。今个礼拜出赛，但我都不建议你用啊，不建议你用那些所谓的特别功能啊。为什么呢？因為你用嚟都嘥氣，去俾個騎師廢嘅你。佢而家未叫做咩啊？嗱，聯合通訊杯，咦？四位楊敏，
嗱，四位洋文，但你睇翻啦，1991年嘅四位洋文系交叉三角两个，即系依时之下都叫 O K 噶啦，依时之下。都开牧场啦，其实你开咗牧场嘅，你又有设施啦。富士山，咁联合通水杯最重要嘅对手系富士山。一开始你都买唔到富士山，你唔会话死唔死啊？嗱，你唔好谂住一开波就开呢个啦，其实开咗呢个先，俾咗5亿，系啦，将个马房扩一扩先，唔好话咩啦。你可以唔扩嘅，留翻啲钱嘅啫，系啦。因为你留钱都冇用嘅，其实你依家个集数系啊，沙圈巡礼作战系啦，跟住就呢个比赛，你俾我四位洋文，我其实我都唔知点好啊，而家。睇翻嗱，你个马身其实好实净噶，你呢一集个马身系比其他人其他马咧好实净呢只。咁作战呢度啦，都系图先差，最你可以拣大图。比赛我哋唔睇啦，我哋睇翻直，我哋都系睇翻咧呢个嘅最后直路啦，因为都系时间关系啦。真系要播嘅，我谂礼拜六日，我以为可能真系同你玩足一日。因为呢个其实初期咧系唔会俾你去海外长期嘅。而家过唔过到啊？喂，发啦 ，feedback 啦，嗱呢啲临尾你见唔见到有 feedback 咧？嗱，呢一场赢咗，其实佢攞第二，其实佢守住嗰个咩啦？日本就好怪嘅，其实你第一咧就有个本奖金，佢其实嗰个本奖金系爱嚟咧揿住你个价，因为佢迟啲会有个 update， 其实佢应该会有翻一胜啊两胜嗰啲嘅赛事嘅。四位洋文，一个叫道山天马的高手咁走咗过嚟，佢都系嗰个嘅。去訪問啦，但你其實國內中場距離就阿麥昆 Mitchell Ryan， 叫你單挑麥昆，你敢唔敢挑戰啊？杜拜世界杯又系冇挑战啦，
呢个最重要嘅比赛条件啊，你日本嘅资质系轻嘅，咁你其实你要睇翻个资质系点样先至决定啦。今集最主要就系决定个资质啦，草地嘅质素啦。跟住高月上嘅賽事啦，九一年離身上就另外一隻馬啦，呢一隻就 Vialo Seta 嘅仔，若葉錦標嘅東海帝王就真係莫名其妙啦，點解東海帝王要跑呢場？春季錦標就另外一隻唔知咩馬。个个都系望去跑春季锦标，都系跑春季锦标啊！佢入杯，嗱，留意翻啲对手嘅技精彩嘅。前几集最劲嘅欧洲骑师都多过十架。我哋到依家其实都未揾到欧洲骑师咯，我哋都好想知呢个问题。其实我哋都好想知咯，连客串都冇欧洲骑师份咯，会唔会真系自闭到咁咧？即系咪真系特登唔想阿莫雷拉出场啦？咁佢有咩咧？马主、牧场、练马师、骑师，咁梗系。招呼緊揾個騎師先啦，咁有個新騎師咁樣啦，三個白色圓嘅，咁你咦一開波有風車邊，但係老啊41歲，所以四位陽文就真係一個焦點啦，但係一個月咧就只能夠用一次呢個嘅 item 嘅啫。都呢个井崎跳舞罗马其实冇用嘅，呢个系我哋另外一个女主角啦。嗱，多数嘅人咧，即系出会咧，咁就有机会可以到马主活动有利。马主个竞赛马 owner 怎样就系有度高咁样，就可以新嘅人物就可以咧会。啊！牧場咧，你又要如果你要取引咧，你又要一系你又積極去種庫配種，同埋呢一個咧去買佢嘅馬。咁呢樣嘢咧就真係多啦，多得啦，真係咧你唔識你又唔可以買佢嘅馬。啊，騎師又係牧練馬師，你要有度高咁樣就可以即係調教方針，有引申人力依賴。騎師又是三九不識七，不會幫你騎，真是 PK 了，真是這個什麼系統來呢？這個真是，我真是其他的 play 評價都不關事啊，即是你要認識得那個人先幫你騎，即是你不可以說隨隨便便喂打去給阿莫雷拉，說叫莫雷拉跟你騎，黐線的，阿莫雷拉真是拿把刀斬來你這裡，真是隨時。扑街尾场又系轻儿，唉！啊，咁样讲下讲下，鸠噏鸠噏下，又43分钟咯，真系。其实叫你去拜访马主咧，称赞的言叶啦，
佢呢個 item 每個 item 都有機會改到嘅，其實都係因為我都用咗 item， 咁其實咦都仲係精彩下。其實真係好悶嘅，跟一隻 game 咁樣講法，咁樣係咁講講講講講。其實我想換騎士幫唔換到，我信得個四位。但你要記住，每一年你要還翻一億俾翻個牧場嘅喎。你都系用唔用都冇所谓嘅呢样嘢，其实你四位中都系旧年嘅。好啦，9.6倍第四页满，富士电视想春季锦标，咁而家我稍后会开始噶啦。好啦，入正再入正路。阿姐四位杨文娜而家喺度啦，睇下得唔得啦？嗱，仲有100米，顶住咗，系啦，一嘢赢咗一场先。但系冇可能揾四位杨文咁样骑啊！嗱，即系你估揾阿蔡明少嚟骑咩？但系留意翻四位杨文其实可以之后。俾唔俾佢騎？我真係叫佢騎啊！訓練新騎師好過訓練邊個？唔係出到出國跑就唔會俾佢騎啊！出國跑，咁啊，同 Diamond Day 又攞到優先出賽權啦，咁樣就跟住就有第二個任務啦。咁要送隻馬俾你先嘅。就我揀呢只啦 ，Dancing Image。系啦，咁啊，跟住呢啲就系讲紧啲咩啦，闲话啦，跟住点样入手？輸入購入，但系都冇提過啲特別取印方法喎。有好到零嘅牧場，你係唔需要可以攞到買到只馬，即系你如果個牧場係零，但你一定要拜后帝，因为你而家其实你买系买唔到嘅，你其实你系冇去拜后，拜后个马主你而家我哋试下，咦，下个礼拜先用得。咁欧洲骑师开始系远征啦。1.1 million，我真系都唔知买唔买好。
技術開眼。柴田正人傳奇呢個東海帝。呢台技術員開眼啦，都唔知佢開咗啲咩眼出嚟。好似都唔知開咗啲咩眼出嚟，開咗草地。嗱，而家其實去到有區呢個位置。成田八人就一定的了，交少人月以后，咁佢话嗱，你譬如组集牧场，佢就要你去同组新冠，因为呢啲咧其实就只不过是一啲虚构嘅牧场嚟嘅，因为早田牧场其实收咗皮一段时间噶啦，已经系。是一早收了皮，咁佢就要你去新冠找个代表嚟倾，即系要同佢好先可以肯卖只马俾你。好似域加咁样啦，域加买又唔该啦，过主啦，因为你都唔识嗰个马主。胜利彩票其实嗱，佢就叫你去藤山牧场咧，又叫你去境内嘅凤凰翻。即系叫你揾阿冯阿辉佢哋，先至可以卖只马俾你，咁就嘥气啦，咁样就真系变咗。北方织女咧就要去揾平山牧场，即系你其实你系要知道个牧场喺边，你又要去揾翻个牧场，跟住又同翻个牧场喺度打招呼。先至卖翻只马俾你，咁其实就真系有少少咩啦，嗱，又系沼泽，咁你死得啦！即系你要同个牧场你走、啊，我哋俾啲更加奇怪嘅嘢你哋睇下，soft 只最低价钱嘅出嚟400万。平时呢啲价钱咧 ，Winning Post 八咧已经买到。佢话我哋冇心同佢买马，第一句我真系想问佢你边位啊？400万我哋唔系400万 yen， 即系佢话我识嚟老鼠啊！佢有啲仲好笑，同你讲话五月以后，跟住转个头，你五月以后都买唔到只马，即系你叫我嘥个时间做乜嘢？咁你要做咩呢？咁啊，转头先啦，因为我哋要开，因为开咗只马主，即系我同只马开市啊。同阿四位洋文通櫃啊，咁係啦，高月上1991年4月，底知れぬ実力、豪客一戦，兩隻馬和皇帝之子衝實一圖。Friend in my。咁每次都要等一等嘅，系啦，对手系东海帝王，
估咯，其實都10.8倍。其實我都係食最快盡快破壞值率啦，即係而家幾點啊？哇，12:10幾。嗱，而家東海帝王就守住喺中間，咁尾咧就其實係好唔掂嘅，攞三甲啫，都係唔係求其他啦，係咪都係咩啦？因為攞第三咁就算噶啦，因為你初初嘅古仔咧，其實係東海帝王，你係要焗跑，係啦，又唔可以去報海外賽。下個禮拜有養兩歲馬出嚟嘅，咁其實表示都係咁啦，其實。好啦，咁样就养只马出嚟啦。因为高月上第五位，咁其实有两只数质好马俾你嘅。因为嗱，我建议你哋拣马乸啦呢度。三岁路线有咩马乸？最強配合，都系呢只，系啦，拣呢只系泥地马，主战蓝井黑忌啱啦。咁佢中间又送咗两岁马啦，跟住之后下目标系打俾头五位啊。咁配種啦，佢初初會係俾如世珠嚟，即係會嘅股權嚟種配種股權。咁你可以用，可以唔用，你唔用亦都冇損失，因為你其實初初你睇翻阿爆發嚟。我初初我攞只 A 級配，我冇可能配 Lofton Taste 咁忘居嘛，梗係配啲咩啦？配泥地種啦，配呢只。我係建議初初配下咧120 yen Iron Hunter 呢一隻馬，只不過係泥地未
歐洲血統埋跑泥地，贏過紀念賽，贏過三場紀念啦，二先四場圖畫。如果你想激啲嘅，你可以拍呢隻，都有打比，咁佢起碼都係打比嘛。咁仲有疾風配合添呢、這個。呢、這個都有疾風配合，但係講到最重要真疾風啦，開波呢隻就真係有真疾風配合啦，係啦，一撳就真疾風噶啦。但係短途馬咯，即係你睇下有冇機會啦，呢隻就真係伊拉利温以咩配合？哦，血統爆標。即是你冇得配噶啦呢只，系啦，咁啊，梗系配啲短途马配合啦，呢只得噶啦。都冇得啦！你呢度都已經要做，係啊！我哋都係戇居嘅，真係有少少係喎 ，save 翻低先咪就係臨 save 又撲街啦～因為其實你初初其實你頭嗰兩個月你都唔會跑唔到，跟住你打比跟住，其實我放翻兩個禮拜，我頂佢出嚟跑新馬。有馬英子出嚟噏鳩噏打比嘢講噶啦，跟住都已經叫做係啦，跟住又講打比入市啦。咁而家其實我應該係蠢咗，應該用調教嘅，調唔到教。即係搞下有好道，真係。因為你唔搞有好道又係唔得嘅，但係搞伊斯姆其實就真係。仲有200米啦，頂唔頂得到啊？開始冧啦，冧啦，冧啦，冧啦！都係第五啫。你東海帝王你點都係一開波都係最強馬，即係你見 William Post 嘅 Saddle Stage 咧都係咁樣，第四添啊！算是这样的啦，
咁因為第一年你冇可能報海外賽咁，其實有遺傳因子咁得啦，靚啊呢個，有藍色添啊呢個組配啊。咁 rank 一攞六手，跟住 rank 二同手，跟住 rank 三就一千分，咁一齐可以实施到个半嘅。赢三场半，获得半啊！琴晚使用十以上。咁又要三個禮拜啦，另一隻新馬四位，跟住呢啲全部都唔奇。呢度有，跟住东海帝王骨折噶啦，咁啊啱啱好攞十个平安，一个最似嘅教學模式俾你咯。是不是可以連 Championship Jockey 未練到的呢隻？而家如果練到的話，我哋都好想練到的話，都未必得咯。因為佢呢一集淨係指明咗 Winning Post 九咯。仲未咩喎？未同牧場打招呼喎，未同真係打。
7.3 倍。中京馬場斜路多咯。4コーナーをカーブして、さあこれからです。ここで先頭はスリーウィンド、シンボリコート、先頭2番手はオリーブトリック、先頭を捉えるか、あと 200m、 先頭はオリーブトリック、残り 100m、 シンボリコート抜けた。但隻馬都防空了咯，隻馬都衰咗啦。呢集落雨都做得好好，呢集落雨个画面系做得相当相当之靓。系啦。水準咧就係8月2週咁兩隻，七月三週啊！咁啊，今日就拍埋會。我冇馬出。咁其實拍賣會你冇可能買貴馬咁，即係同你大家睇下買拍賣會買咩馬咧，其實就係、是。买平价啊，奇低嗱，呢啲奇低无穷嘅黐马啦，个家姐个半子又赢个 open 咁样，其实就差唔多噶啦。呢啲马买翻嚟系摆喺度，跟住又攞嚟摆啊，出赛出翻两场咁啊，退役噶啦呢啲。哇！你都争3000万，睇下有冇人，你要唔要？你唔要，我又掉掉咗呀。黐线，咁样嘅马你都要？买只2300万嘅玩下喎，2400万。我顶你个 Big Red Farm， 你下下针住我，你有冇病啊？唔买咯，彩都有味嘅，真系同你买啊！咁咪唔买咯，咁咪咁嗱你。咁第日你而家撳咗佢之後，你撳右區咧，你其實你同佢買馬咧，佢係唔會賣俾你嘅，因為你名氣唔夠。係啦，你要點樣咧？佢先肯賣馬俾你咧？咁撳天成靈新嘅出回你就上啦。撳呢個神野明人有好道心，撳牧場。你有種馬嗰啲，其實你同佢打招呼都冇壞嘅。你最多佢幫佢會俾配種權你嘅啫，係啦。不過呢個四五月先好撳咯。嗱，同佢打個招呼，
咁你就唔好喺救集咁牧场咁搞笑咯，咁揿翻迪兹尼，一岁马转头先啦，买嚟做咩？阵有人阵会送翻只一岁马俾我，我做咩要走去同佢买咧？咁戆居嘅嘢，买只平价马 cheap cheap 地咪算咯，买啲。跟住哦，好啦，休息一阵先。本日の第一レースの発走です。スタートしました。セイウンチャイム好スタート、綺麗なスタートを切りました。ダッシュをつけてセイウンチャイム行きました。それでは先頭から先手を取ったのはセイウンチャイム、これに続いてシャープテレサ、その外にパイキチャレンジ、グリーディースパーク、そのうちに続いています。その隣にジェリーコーマ、三栄三級、この位置です。その外にザウインド、その外からレッドエリコーン並んで、6番バルターズジョニー、この辺りで各馬第3コーナーのカーブに入ります。前はセイウンチャイム、シャープテレサ、先頭に襲いかかってきました。間を挟んでレッドエリコー、3番手三栄三級、いい位置です。さあここからどうか、後続も追い上げていきます。さあ先頭はセイウンチャイム、三栄三級、2番手離れてジェリーコーマ、その隣からはレッドエリコー。さあ短い直線に入って、ここからが腕の見せ所。さあ先頭に立ったのは三栄三級、カバを一気にちきります。2番手はジェリーコーマ、三栄三級、この馬で決まりか、完璧です。圧倒的な強さを見せました三栄三級。1着、2着は微妙です。これは桁外れの強さだ三栄三級。啊，我呢样考虑地，好啦，翻翻嚟啦。小仓纪念赛。倒数三岁又英杰，小仓纪念。英多长奖金得足，即系长奖金还掂都系。我 item 拎多样嘢，啡色見到啡色嗰啲嘢嚟，泥地賽事考五周先出啦。
系啦，咁又继跟住都系继续噶啦。都冇嗰个操练机制喺度咁就。系啦，咁就送右区俾我哋噶啦。因为其实送下送下啲马女都多嘅。系啦，咁我而家咧可以拜后佢啦。咁其实佢可以成为边只马你都可以买到咯。当然啦，呢啲买翻嚟其实都系平嘅。做冇父系咯，其实都系。Often taste 系父系母系母父，跟住攞嚟配呢个 Mr. Prospector 嘅 household， 3200万 yen。即系买嚟养一养嘅啫，其实都系。好啦，转泥地跑六号六档六号六人气。短い直線に入って後続は届くかどうか。ここで先頭に立った、エリモミラージュ、エリモミラージュ先頭、エリモミラージュ先頭、オールオペラ食らいつく、エリモミラージュもう一伸び、エリモミラージュ、エリモミラージュ1着、2着にはどうやらオールオペラ、エリモミラージュ見事1番人気に応えました。要入城噶啦，一岁就系、是，够、哦。唔当周追次噶啦，咁又就继续噶啦。啊！新石紀念咁又去攞呢個嘅 Summer Spring 夏季賽嘅第二，咁又其實係夏季賽，咁又就2000系列嘅關鍵戰嚟嘅。因為你贏唔到咧，你又唔需要只攞個首護符。仲有頂得住嘅。初年本嘅三成咁樣就做咗啦。咁一贏買個 Summer Spirits， 咁攞3200 yen。
ジュリオ、因為其實你都可以跑一個化，咁你而家其實都係哦，我望啦，新出嚟。繁殖馬咧，其實可以唔大嘅。我哋唔睇啦，繁殖馬都一系都冇咩心水嘅，寧可留翻啲錢，但系海外拍賣會咧就真系要留翻多啲啦。係留翻嚟配，其實你留翻嚟配短途種，最主要目標都係能力個賽事啦。因為南域嗰個賽事係真係好勁啊，個獎金咁可以報飛馬世界盃咯，個草地大賽嘅，你可以跑完嗰個嘅菊花賞，係啦，因為菊花賞你跑完就直跑呢場咁樣就，喂又話Easy都唔贏嘅一隻馬都，係點解突然間轉玩Easy Mo咧？好啦，好難講嘅，其實有段古嘅，我想玩 challenge easy。但其實我就算玩咩都好，其實我自閉 play 其實係用緊另外一個 account 自閉咁啊。嗰就嚟瓜汁嘅，真係好驚自己用錯 account， 其實。咁 rank in 咗啦，喂，大鑊，而家爆菊花添，
挂住报嗰几场，唔记得报菊花定系仆街呀。苏华直播啊，有件嘢自己又要再嚟过啦。个 save 又要再嚟过，真系。一唔 save 就扑街啦，一唔 save。咁又系咯，咁就到嚟呢度啦，咁样就。因为成个几钟啦都，哇成点添啊，仲要查埋啦，咁就到呢度啦，咁样就好啦，咁就到此为止啦，咁就。